你就是这么当家的是吧？啊，我都跟你说过了，女的当家她好不了，知道不？你看那两个孩子被你影响成什么样了？啊，现在放假在家，天天作业写完了，手不知道伸一下，是吧？地都不知道扫，连自己被子都不知道叠，啊，是不是被你影响的？你再这么当家下去的话，那两个孩子都被你影响废了，知道吧？你要是能管就管，你要不能管，这个家我来当，我来管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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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既然你知道怎么管呢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啊？行，那你就交给我吧。但是你一会儿你得配合我一下啊，是吧？你给我撒手！你撒手！你先撒！你先撒！你先撒！你们又咋了呀？你们他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天天你在家里面，你什么你们都什么都不干，都是我干，地我拖，衣服我洗，饭我做，你们谁干了？日子我是没法给你过，没人过不过，不过就离。你说的啊？那离了钱怎么办？钱一人一半。那车呢？车卖了，一人一半。行，你说的啊？那孩子呢？两个孩子呢？孩子反正我不要。我你不要，你不要，我也不要。我们干成了吧？干什么干？不干了，日子都不过了还干什么？干了一次有什么用啊？那以后加我和我姐包了，行了吧？对，我们包了。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。站好了。最近没有跟你们开会，发现你们有点松散啊。老公，我们都站一个多小时了，能不能坐会儿？大胆，我都没坐，你坐什么坐啊？腿真的有点疼。放肆，真的有点累。报数，一二三。最近你的菜谱更新的有点慢啊，菜我都吃腻了。有人，我每天除了洗衣服做饭，就是研究这菜谱了。大胆，还敢犟嘴是吧？何永思，你的座右铭背的怎么样了？老爸老爸，咱家最大，以后嫁人经常回家孝敬老爸。你呢？努力努力再努力，长大给老爸买飞机。不错，那你们就坐一会吧。你先坐。行。几点了还睡？起来做饭了。今天吃什么？什么菜系啊？今天那个川菜，我最近刚学的川菜。哎呦我的妈！